哥，我是 JC Spotlight 聚光灯的创办人。那我们呢，一直以来在传递女人的自信，所以大家会看到今天呢，现场美女如云。那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子肢体的一个沟通语言来带入我们聚光聚美聚人心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本年度呢，也请到我们的代言人，也就是千田爱莎，请大家拭目以待哦。我们呢，采用全天然植萃的一个聚光灯保养品呢，只要你在宴会之前使用我们的保养品呢，你就可以不脱妆了，所以非常多美女啊，以及表演者新蜜老师都非常爱用我们的产品。那我们敷上我们的聚光灯面膜的时候呢，就像聚光灯 spotlight 打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成为了女人最自信的传递者。就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个聚光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其实给我了很大的 surprise。因为我的皮肤是非常的敏感，我是有基因那个异位性皮肤炎，非常的敏感的敏感性肌肤，所以我要调保养品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小心。我是个非常调保养品的。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那一瞬间，你就会知道它是个很好的成分，因为它的吸收非常的快，然后让我的肌肤变得很软。因为我是异位性皮肤炎，然后比较偏干性的、偏干燥的，那就是使用完之后皮肤马上变软，就觉得哇天哪，这个也太好用了吧，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使用完之后呢，也是跟蔡哥就是聊了他的一些对这个品牌的一些想法，那我就非常的认同，然后就后来变成聚光灯的代言人，真的是让我觉得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有，我已经分享了，跟很多朋友分享了，就是很好用啊，就是直接，就是跟他们说，因为我的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非常调保养品的，所以就是我讲的话，他们一定会说，就是这是好用，就是也是很安全。然后就是他们试用完之后，例如说我朋友来家里，他说哎，你先洗脸来试试看，然后他们就试用完之后，哦，这个真的很好用哎，就是边擦，然后他们就边看镜头，哦，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成分，他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因为毕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爱表那个很爱保养，所以他们就是马上就感觉得到。异性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男生女生都很，大家都很会保养，然后很爱保养。因为就是我觉得保养皮肤、肌肤健康，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自信。因为就是看镜子，皮肤健康就觉得哦，气色也很好。所以就是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因为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因为很感谢呢，在 JC Spotlight 聚光灯让我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那因为我们有非常严实的一个销售教育系统，并且搭配我们聚光灯这么棒、这么天然的植萃保养品。对。那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我看还有求婚，还有大家一起合唱一些爱上的成名曲之类的。没错，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办的一个舞会。那为什么会办舞会呢？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做业务常常就是要一直开口跟人家说话，可是其实我们忘了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它是很好的一个沟通工具。所以也想借由舞会聚人心，就是我们的宗旨，聚光聚美聚人心。当代理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原本是一位舞蹈老师，对，那我原本是自用，然后刚好那时候遇到疫情，政府宣布我们舞蹈教室不能够营业，对，然后我就自己主动加入了聚光灯，结果没有想到，聚光灯我
不但自己用了很喜欢，然后我的学生也很喜欢，而且更让我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是，我跳舞跳了20几年，没想到我会因为聚光灯然后开了一间实体的美容媒体业，就是完全是我的第二个副业，几乎已经就是我的双主业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聚光灯。就他们是我以前就很崇拜，像那个他们在那个冲绳的演艺学校的时候，我就有在 follow 他们了。对，然后就是很喜欢他，又会唱又会跳，然后连他现在跳舞我都有在 follow， 然后知道他是我们的代言人，我真的是很兴奋，因为跟我们是完全相同性质的人，然后代言我们的产品，然后让我更好跟我的学生，舞蹈类的学生，有在活动流汗运动的学生，更好推广我们的聚光灯。对。
我们在今天广播当中呢提到了三次刻意显化美好，刻意感受美好，所以呢接着我要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带着大家做显化美好的一个引导，那也请帮我把灯光关暗哦，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轻轻的闭上眼睛，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我想要让我的家庭、事业、财富、健康达到我满意的画面，那我只需要透过感受美好，就可以把这样子美好的画面显化出来。因为显化法则的概念是，如果你能感受美好，你就能显化下一次美好的画面。所以让你去感谢你最想感谢的人，感谢那个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老婆伟婷。我们在12月9号会举办婚礼，然后很感谢遇到他。谢谢。他也自然就会了解了。我很印象清楚，他曾经跟我讲的，我们今天最伟大的，我们的。30岁发光，花开五彩，又到了90年代，挥舞
因为你们没有掌声，所以没有声音。广告都出来了，那我们呢？现场呢要来唱一段《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我们的动态哦，动态哦，要大声哦。好，好，三二一。准备好了，看我这边哦。好，三二一，聚光灯，聚光聚美聚人心，耶、yeah! ！谢谢。好，大家好，我是杨毅，那我使用聚光灯。聚光灯产品已经四年了，对，以前我就是一个非常爱敷面膜的女生，但是只有自从敷到了聚光灯之后呢，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简单有效的保养。对，那因为它让我的黑眼圈，过敏性鼻炎的黑眼圈也可以淡化，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对，然后就是自从用了聚光灯之后，原本皮肤就没有太大问题的我，就是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竟然还可以越来越好，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聚光灯的 Ata， 我是艾塔。那我本身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在其实我本身呢，在还没有销售聚光灯之前，我是自用了一年。那其实舞蹈老师有一些职业病，就是会流很多汗，容易出油，然后会掉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一年之间，我的学生都慢慢看到我的改变，说：“哎，老师，为什么你最近跳舞脸都不会出油，不会掉妆了？”后来我在自用了一年以后，决定入代理开始销售聚光灯，所以它对我的舞蹈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对我的副业很有帮助。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哦，超赞哦！